家好，我是秋子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我爸爸有个朋友在外地工作，然后打电话跟我爸爸说想喝那个野西洋参泡的酒，所以我爸说嘱咐我今天到山上挖一点野西洋参，然后给这个叔叔寄过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又上山来了。这个就是野西洋参，前面几期视频里面其实我已经拍过了的，非常的香，但是这个季节的野西洋参还要嫩一些。这个是野西洋参的叶子，这么大一个被我挖到了，有一点点可惜了。这个野西洋参比较难挖，因为茅草根太厚了，我带的锄头太小了，挖了一个多小时就挖了这么一点点。现在回去把它洗一下，下次过来挖的时候记得带个大锄头过来。这个野西洋参可以直接剥开皮就吃了的，小时候我们经常到山上去挖这个野西洋参当零食吃。我们把这个野西洋参放在上面晒一两天，然后就可以打包给我爸爸的朋友寄过去。其实这个野西洋参可以直接吃的，我们尝一下，选一个嫩一点的，把这个皮剥了，它的味道跟那个凉薯的味道差不多，就是它的个要小一些，然后这个肉比较糙，没有凉薯的肉嫩。很香，但是不甜。今天去挖这个野西洋参，没挖到多少，但是这么多，泡个5到10斤的酒应该足够了。过两天就可以寄过去了。好了，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继续关注我们，下期见。